我跟习本人接触太多了。你看，我跟他妻子、朋友，我们两家，就是真的是十几公里的距离。他的家人我都熟，他弟弟彭雷啊，他父亲啊，他叔叔啊，我都很熟。而且彭丽媛这个最早出山就是我这个家人帮他的忙，都从他调出去的。所以说，对习之间还有习的家人，很多的家人我们都很熟很熟很熟。我对习的个性我也是很了解的。我要救赎家人，还有一个咱必须得使用离间计啊，咱得离间习和王岐山的关系和孟建柱的关系，咱得离间习和上海王的关系，咱不能让他活在一起去。这个离间你不能玩假离间，最有效的事情是什么离间？我就告诉你离间，最高的离间本身，我就离间你，我就让你被离间，我不反习，上海王火了，曾火了。孟建柱火了，王岐山火了，你不反习你就反我们呗，很简单，你不反习就反我们呗。对呀、啊，我就反你们，但是我不反习，我可没说不干别的习。我今天可以今天419说句话，我不反习，我要灭了习，这就是我。如果5年前你们要听到了郭文贵不反习，我今天的事告诉你，我要灭了习，我不反他，我灭了他。王岐山，我真不想灭他，把这孙子灭了，他的钱都找不回来了，太多钱了。我真不想灭孟建柱，但是我想灭傅振华，我想灭孙立军，还有吴征。这仨货必须得被法律最严厉的制裁。如果中共还有狗刑的话，就用狗刑；用毒刑就毒刑。傅振华之恶是中国前所未有，孙立军之流氓之烂之恶，中国历史没有。王岐山是赵高，孟建柱是点点形形的中国历史以来的李斯、赵高，还有这个大清那个坏太监叫什么名字？这加在一起的总和就是孟建柱。我见过无数个孟建柱玩弄一家三代的视频，你们想想，你们想看视频的人，如果咱爆料革命推出一次的视频，咱会永久在网络被封杀，因为那是暴力啊！这个帮王八蛋真的是要被消灭掉的。但是我不希望王岐山被消灭，我希望王岐山活着，好好活着，因为把钱、把历史给还原了。习是要灭掉的，他不灭掉，他要灭全世界，灭全中国人。